台湾港渡船头，啊，你若是内行的，就知影讲，阮伫台南，即马要来去台江国家公园，来去遐坐船佚佗了。作为坐船要来去来港南海佚佗，船哦，各位，咱的安全那足重要。如果阮若互恁体验的，恁就拢会当爬起来哈。啊，若无伫阮船啊咧开的过程呢，我麻烦各位带一个椅啊位哈，坐一个哈，为着恁的安全。台江内海叫有真多样性的生物，比如讲红树蚂，咱一般的红树蚂一只一旦看到四种，包括着水笔啦、蓝鲤、家丁，啊加着一个五雷卡，总共四种拢看到，真珍贵啦。这船叫做观神啊河，上面有这观神啊，就是招潮蟹的台语啦。所以呢，如果咱用咱的台湾语对甲讲呢，应该是讲是叶子，啊，就是这张树啊要剪，爱用这个枝对剪安尼，哈，规枝哦，规枝就是代表叶子哦，哈，对。所以呢，啊，各位，这张妈妈哦，这张妈妈，你看伊的胎生苗挂伫身躯，五雷卡，
对，来，你看伊个筋，有像咱个筋头安尼无？嘿，像咱个筋头呢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嘛。好，阿里哥今晚过来甲吹哦。来，有那只大鳌是红色的，哎，那只大鳌是红色的，那个叫望文招潮，就是咱台语讲的叫做安公神啊。来，阿里哥看一下大鳌白色的哦，哎，白山招潮，台语叫做北卡西亚，好，台语叫做北卡西亚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大鳌是黄色的，它的贝壳上面有花纹。这只叫纠结青白，所以呢，这早就有人在吃呢。小的草虾跟沙虾，哎，你抓这有一个人啊，这大抓啊，还细只，哎，虾子，还有什么螃蟹啊？来，现在要让你们体验，让你们自己来捕鱼，哎，我应该就来抓虾啦哈，哎，这叫做钓针，国语呢就叫钓针，这个针字怎么写？一二三四的四，下面一个沉浸的沉。好，来，我来绑一下船。其实这阵来台江来海算有几啊条路线，不过这条我偷偷跟你讲，这吼隐藏版的。我不要喝酒呢。这个排第四名的都有。手不要让它吃到哦。哎，手不要让它吃到。吃到了变心扣啊。对，因为呢，它被吃到的时候，来吃到的时候，你的手会肿起来哦。这有毒。用煎的啦，都有人啦。煎哦，哎，我有一个船长过来拢用煎的，伊讲就好吃。哎，桶煎是要从啥？就是像我们的鱼米这样子拉的哦，这样子拉的再放下去，要两个小时以后再拉才能煮到鱼。所以都来在。下去的时候，麻烦你们走一下星光大道，要走在竹子的上面，竹子是我们在走，我们有练过，但是我们虽然有练过，但是还是会下海的几率也蛮高的啦，哈，所以呢，请你们就走在我们的星光大道。哎，阿黑，竹子是台湾的竹子，对啊，对，拢咱台湾的啊。OK， 这样算下来吼，也要两点钟久呢。那么我的手机啊，也无电啊，我嘛累啊。
OK， 非常多谢收看，再会，拜拜。